这得当，这么傻大吗？你不给你近点，你不给认足近点，你哪个？没电了怎么？哎，我好像现在还有电，快没电了，你先弄啊。你设置上温度，你可以充上电，那一会儿加热完了正好。对。行了。嗯。我上给打电话的。我操！我给打电话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挂了。
行啊，聊着。